我叫小浪，是名建筑工人。气候变暖导致灾难发生，滔天洪水淹没了整个地球。幸运的我找到了一块木筏，我要努力的生存下去。哟呵，秀妹子，已经吃上了。嗯呐，浪哥，自从你让我当了园长以后，我发现我已经过上了小康的生活。嗯，能自食其力，这样才对了。我来尝尝，真香，越来越好吃了。最后一个是我的，你不要给我抢哦。嘿，臭海鸟，干嘛偷吃我的菜？要你好看。哟呵，这妹子还挺泼辣，看来以后动啥也不能动她吃的呀。对了，秀妹子，咱们得尽快造出雷达，说不定就能接收到营救组织发出的信号，咱们才能获救啊。雷达？可是那玩意儿我没造过呀，我不会哎。我可以尝试造，但是得需要铜矿才行。铜矿一般都在深海，你忘了上次带你下海挖矿，你差点出意外。嘿嘿嘿。说到这儿，对了，我得想个办法才行，万一以后换成我出意外，那可不得了。去深海挖东西最担心的就是缺氧问题，要是造个氧气瓶出来就可以完美解决。还缺个水瓶和葡萄藤粘性物，我得再熔炼一些出来了。这里还有几坨，先用着。哇塞，不错，真带劲儿！这氧气瓶虽然简陋，但是戴在嘴上感觉呼吸顺畅舒服。秀妹子，你快来！什么事儿啊，浪哥？你看我的嘴。啊，浪哥，你没病吧？怎么开始吃瓶子了？吃吃吃，光知道吃。这个是氧气瓶，有了它，下深海挖矿就不用担心在海下缺氧了。哇塞，浪哥真的太棒了，我也要一个。你算了算了，上次你都出意外了，以后就不带你下海了。不行，我也要下海，浪哥也给人家做一个嘛，不然我就罢工不种菜了，再要不然就晚上睡觉把你扔进海里。这小丫头片子还反了天了。好了好了，真的是怕了你了，现在就开始给你做。好耶，谢谢浪哥。浪哥快看，那是什么？嗯，海上空投，妹子待在船上，我过去看看。小心点儿，浪哥。太棒了，有检疫食谱，这回妹子有口福了，赶紧带回去。浪哥，浪哥，发现什么好东西啦？这么开心？一张炖鱼食谱。你可算有口福了，回头我炖给你吃。好耶好耶，还是浪哥最好了。少拍马屁，多干活。嗯呐。喏，妹子，答应你的氧气瓶。哇，等等，前方出现一个岛，咱们赶紧过去。哇塞，真的耶，浪哥刚得的氧气瓶就能派上用场了，太好了。哦，安全抵达。天太晚了，妹子，咱们今天就不登岛了，也不下海了，因为晚上比较危险。啊，哦，好吧。别失落，妹子，明天就带你下海挖矿，试试咱们的新装备。嗯，知道了，浪哥。今天为了方便下海挖矿，我造了两个氧气瓶出来，希望它能助我早日研究出雷达来接收信号，这样我和秀荣妹子有了目标方向，也就不用再漂泊了。晚安了，我坚信明天会更好的。